而家係出發前嘅一晚時間，去到夜晚十二點啦。我哋經過一輪搏鬥之後，而家總結咗呢度有好多個旅行箱，聽日就會拎曬依六個旅行箱上機。終於到了酒店了，今晚住的酒店。我們買了三個飯團加一個杯麵780日圓 total 加埋，因為沒有食物了，太晚了，有這些食物已經很開心了。 Megan 是不是想買這個東西喝？沒有錢，我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錢。這裡都比較舊，大家房很大，但是參觀一下。小姐，我哋翻嚟啦！我哋而家住咗呢个成田机场附近嘅东武酒店，间房几大喎？呢度有两张单人床，但系一张床个面积都几阔落，唔错唔错。跟住有两张凳，有部清新机，呢度有个行李架。跟住大電視，好大個電視。哇！未好耐冇度電視啦。一個手，兩個手，兩個半手。係啊，兩個半手爭。跟住就廁所啦。廁所就係開個好，有啲標準嘅日本嘅廁所。係啦，舊舊地咁樣。舊舊地。係啦，不過個 area 都幾闊落，唔錯唔錯。呢度有一個好古舊嘅浴缸，好大喎，浴缸冇時間浸，唔會浸啦，企喺度得啦。住宿一晚都唔錯，聽日就出發離開東京啦。而家我哋 check out 啦，坐翻 shuttle 去翻機場。呢度係酒店個大堂，舊舊的，不過間房都幾大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到咗羽田机场啦。因为我哋今晚坐嘅内陆机喺羽田嘅，所以我哋头先喺成田坐咗 shuttle bus 过咗嚟
坐一個鐘頭多少少，因為結比尋日少咗好多啦。點解嘅？因為寄咗呢個雜急便，所以輕鬆啲。咁我哋就喺度留一陣間，入去行下，跟住就搭飛機去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啦。本日もボートライナー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哋終於到咗神户三宮啦，幾經辛苦波折，終於到啦。唔係波折嘅，係耐咗啲路都唔知。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好啦，而家夜深啦，我哋去揾酒店先啦。有咩聽日再講啦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房间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这里住的。对了。那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间酒店房的入口位置呢，就有一个衣柜，现在不是很大的。对了。但之前也帮我摆几个衣服。对了。还有摆了几件衣服。对了。好。之后呢就先入来睡觉的地方先了。咁咧就係有間房咧，係咁上下大啦。係啊，兩張單人牀要分開瞓。呢張牀咧，即係呢兩張牀咧，意外地好舒服，即係個被啦同牀都好舒服。係咯，唔錯唔錯，瞓得都唔錯。係啦。係啦。不過依度比我想象中細咗少少，因為原本睇上網睇都幾大，諗住咧之前話要隔離咧，喺度空間感會好啲。但其實都算不算很大咯？係啊，咁好彩我哋最後尾，因為我哋六月之後先入境咧，所以唔使隔離。係啊，咁呢度咧就有個茶機仔，有張凳。呢邊咧就係個電視，都正常啦，冇雪花。之後有張長嘅書台，呢張書台咧已經執過噶啦，因為我哋今日炒。之後呢個位咧就係擺行李大夾嘅地方，就係呢個啦。就係呢個啦，我拎咗落嚟。
係啦。咁呢度咧？之後咧，呢度就係乾濕分離嘅浴室啦。就係咁啦。呢度有個梳妝台，唔係梳洗面台啊，有張凳可以坐喺度，不過冇坐過。我哋擺污糟衫我哋。Hello， 就係咁啦。嗯。之後咧就有個浴室同埋馬桶啦。嗯。個空間感都唔錯。咁見到出面就望住附近嗰啲民居住宅，咁下面就有公園仔嘅，都係比較靜嘅內街，唔錯唔錯。咁我哋今日 check out 完之後就會住我哋嘅自己嘅新屋企啦。咁咧之後再同大家做一個 review 啦。拜拜。拜拜。